自己也比较厉害。那以后以后这边这个这边这个对大家好啊，整了几个鱿鱼啊，是1块钱一斤买的，特别便宜。这个一个吧，能有1斤左右啊。但是他这玩意儿买前去黑店买的钱，买的钱是这样的。他说这样也是新鲜的，刚刚海里打出来的，完了有墨。咱吃吃看好不好吃啊？今天来个铁板鱿鱼，这洗完是这样式的啊。口味也不是说十分新鲜啊，就吃吃看口感吧。换点料啊，这个是，那个腌萝卜那个辣椒面那个汁儿，这个是那个牛肉辣椒酱，这是搁那个孩子姥姥家拿回来的，这个孜然先放着，烤肉鱼必须有孜然味。把这些蚝油放着啊，放点蚝油。这是白糖，正常有蒜蓉辣酱啊，放点蒜蓉辣酱，家里没有了，就这么地了。啊，这火也差不多了，开烤，来点油，这油拧了。哇，拧了啊！铁板鱿鱼啊！这不小啊，咋的？这味儿是好。嗯，这两个25块钱吧，这两个挺便宜啊，这玩意儿大呀，是瞅着黢黑似的。翻对啊？不用，翻对就不用你了，你等吃就行。放点夹子好了。来一部分汁儿啊！嘿，这是那玩意儿，哼。你还放点汤啊？没放汤啊，它自己出来的。我感觉我这火有点小了，那我加两块。加两块，加两块行。小点的，行，那够了，加了就烫手啊，别烫手。哎，这大鱿鱼真厚实，挺好，感觉挺好。嗯。加两块大根嫩萝卜。什么呀？一点儿都不长。不少啊，是不是咱俩这些？不少，买了这些啊。我说整一个，整两个，差不多吃。一共买了几个？那里好像10个。还10个还是8个左右吧？这黑的，我这家，瞅着就上火了。但今天一看呢，还挺好。出来还可以。你可以。添多少？添多了吧？这火有点猛啊！香味儿出来了啊！好啊！我来个炸！开始，朋友们啊！吃顿海鲜，但挺便宜啊，也就不超25块钱这些玩意儿，这老些。收收汁儿，收收汁儿就眼睛就够了。
这鱿鱼的肉老厚了。嗯呐，好像很嫩。来一碗大米饭。看这狗咋瞅咱俩，给他一块吧。啊？给那个大狮子。给他一块。不要烫了。嗯，这肉太厚实了啊。嗯。我把饭来酒，你吃饭吧，我来点酒去啊。皮皮昨天没买回来，他上镇上去买酒去了，把那酒给落那块了，都付完款了没装，厉害。哎，酒太凉了。不然好几天能醒了吗？没事。这果吧。嗯，正好，兄弟啊。像在韩国那家吃饭似的哈，我瞅他吃饭我就馋，他那伙食也好，咱这伙食没得好。昨天我特意把一个锅给结了，这锅搁外边上锈了，没用了，正好是个平底的，找找兴森家的感觉啊。主要是他们也真能吃啊。嗯。